伫现场呢，哦，愈来愈侪岁，搁一个八十几岁方明雪阿嬷。
完呢，大家拢会当知影，伫个台顶遮，大家就是遮尔啊，真古锥，有前辈传阮遮后辈，就表示讲，咱的歌戏呢，爱靠大家。源源不绝的呢，万一九万个流传落去，有阮这演出，阮这新子仔呢，新生代呢，唔惊艰苦，愿意行这道的，也希望大家呢，多多给阮支持，多多给阮捧场。再次感谢你，谢谢各位。2015香文化季嘉庆季民间剧场活动。今晚的活动是由台糖法人台北法务公所主办，由一星歌手戏团担任演出，万世神医靠山大帝，万世神医风险大帝，